我在大陆是边猪夹，可是来到这里什么都要。你要练十八般武艺，你要样样样样会。我跟你说哈，人就是换境，就是要一个牢笼。远离纷扰的都市生活，最近的日子过得人心惶惶。驱车来到宜兰员山双连皮，海拔500公尺的高山蔬果，起了个大早，用极致的翠绿展现新鲜。看到这些东西是你店里面都会卖的菜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有时候会跟着季节不同，会那个会变化。这是台湾土人参叶。啊，这市场嘛无得买，因为这阮爱家人饲做，这个鼻痛素，这是野生的吗？这野生的，啊，这人体清道夫，别家餐厅也没得吃，啊，市场嘛无得买。你看这个高山高丽菜，哎，啊，你有看到伊遐安尼淡薄啊紫色无？这都是裸生打，因为我们有遇到客人点了这道菜，然后上菜的时候，他说我不知道这个菜长这个样子。哎啊，所以我们后来就哎让大家在这边看，哎呀，好玩算算啊！哦，我这道菜生做这型的啊，你介意我介意的。老板张彩燕说着一口流利的台语，不特别注意不会知道他是嫁过来的陆配，对野菜专业有数，一个转身成了厨房总破塞，包办所有农家料理。我们的鸡肉哈，没有像外面的那么大只，因为。我们是养在山上，啊，山上也燥啊，啊燥爱运动啊，啊运动的鸡吼，未讲介大只。要吃健康一点的，不要有太多盘饲。就很扎实啊，然后又很甜啊。因为是他们自己养的嘛，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就是比较鲜嫩这样子。它吃起来还是很新鲜的味道，就连那个透明那个都还是很甜，很好吃。店里必点的白斩鸡成为桌上佳肴前，就是在这座山头里跑来跑去。我在为那个玉米粒跟那个梅啊，今日食袂饱，补充一下而已。养到差不多4斤左右，够大嘛？无法大，伊都爱运动啊，咱人运动就会较结实啦。